怎么买了这么多调料？大家好，我是强子。啊，这几天吃的鸭肉太多了啊，有点腻了。今天我们给小娇娇整两道菜啊，麻婆豆腐。特意给我做的吗？对啊。你们不吃吗？只是我吃吗？这个不是酸菜吗？麻婆豆腐啊，还有凉拌鸡蛋，这两个菜够了不？够了。还有青菜呢。我整个的是什么？等下我用刀切开。那我不剥整个，我还能把它剥成两半？我帮你把它剥碎了呀。那剥碎了我也没办法，我肯定尽力把它剥好。帮我拿个盘子可以吗？没想到我还能剥皮蛋，太能干了。竟然皮蛋都能剥，我怎么可以这么能干？哎呀，说的我自己都想笑。这个灵魂呢？什么灵魂？川菜的灵魂呢？这啊，这个吗？对。香。花椒。为什么川菜的灵魂是花椒？那不是，是什么？好像川菜每个菜不都有花椒吗？那搞多点，麻一点。反正不管你麻不麻，我是能吃哦，怕你们等一下吃不了。跳个舞。酸菜的灵魂，搞里头花椒啊。花椒爆香一下啊！辣椒、蒜米，哟！你这么上头吗？上头，上头，上头，上头！啊，还有，存在的还有另一个灵魂啊，豆瓣酱，搞里头。蚝油、生抽、焖煮的，出锅，打好了啊！打好了，第一道菜啊，碟子有点小，麻婆豆腐。是不是？你怎么都漏油了？还有一道凉拌皮蛋啊，好像有那么一个味儿，是有那么一个味儿，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。加上三清水，对吗？你口水，老板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我的碗都准备好了，勺子也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上菜。灵魂酱汁吗？不是。什么叫灵魂酱汁？应该这种叫爱的酱汁，好吗？什么？爱的酱汁。我叫爱的酱汁，这明明叫灵魂酱汁。那、这里还剩下一点呢，搞里头去，搞完去。搞这里也行。放碗里，不要浪费，等下我喝汤可以吗？洗手了没有？他妈粗鲁！刚才来煮菜的时候，好像舔过手指了。啊？来个青菜呀！刚才他挺尝，用手指尝过味道了。啊、对。反正你也要吃，你不要看我。我不吃，我都饱了，我不吃。你确定你不吃？不吃，一口都不吃。他一说你刚刚用口水啦？啊？啊。最后一道菜啊！蚝油生菜啊，这个是粤菜的，三菜一汤，美丽又健康。我姐他们今天去回我姐夫家那边过节了。你煮着煮还臭的嘞。
有那种味道吗？嗯，有麻麻的，还有这个麻婆豆腐呢。我看一下你这个技术过不过关哈。麻麻那不麻，什么叫麻婆豆腐？啊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哇，好吃。花椒放多了是吗？不是，阿兰没有吗？花椒哪行？可以不？可以。嗯，明天继续、啊。哎呀，凉拌皮蛋。什么味道？一口下去，我好像又回想起了当年回去那个四川那个成都，啊，去那个九寨沟的那个路上。我是一个鬼。没有。你不知道爱的味道吗？我尝一下。嗯。是吧？好吃、哦、嗯，有家的味道吗？还有什么味道？有四川味，川味十足。再来一口，一口不过瘾，再来一口。嗯，好辣，就是那个味。哎，拿点药一份。放那个酒柜上。哎，拿了香蕉来了。哎，来。这香蕉那么轻，怎么吃啊？嗯，晒太阳了。啊，晒两天都可以了。嗯。那个袋子都烫了，两天都 OK 了。那拿香蕉换药啊。啊，香蕉换药。哎，巧克力吃了。香蕉干嘛嘞？哎。说讲了，我老公啊。嗯，刚来了的医生，来放牙齿的，放好了。嗯，干嘛了？牙齿痛了，拔牙了。嗯，上药了。那个脸都肿了。嗯，牙痛啊。嗯。喂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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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还有鸭肉。没，还一半。你还记得我都不记得了。砍好了吗？没砍。没砍，没砍，那谁还砍？砍也快呀、啊！不砍了，没人吃了吧？谁吃嘞？不吃嘛。不吃，我都吃饱了。要吃腿吗？嗯，我不吃。吃腿，切一个腿来吃的。不用，吃饱了。鸭腿啊？没有毛的那个？没有毛的，为什么要他家没有？哎，种植的。他家的。你家鸭子怎么没毛？饲料鸭。买的。这个我们吃饭了啊、哦、这个我们下雨的话、这个、那我们就先吃饭了啊，拜拜拜拜。